这种板要用手把它顶起来之后才能够操作啊。嗯。我说这种板要用手把它顶一下才能够操作啊。因为这下面这个盒子没有这个这么平啊，这个外盒没有那个那么平，而且它整个设计上可能有一点点很容易偏位，所以这样如果手按住就稳定很多。 现在没有打的啊，打这个，现在没有留下来打的啊。你们格兰斯的空间那个车间好大，他从那个进门口都走了老半天了。